两个热恋的人，两道逆向的风，吹得有点难受，要你懂。排队的人太多，符合资格的还不止你一个，为什么你爱挑战我的安排，只在乎你自己的痛快，那自命不凡假设有天被推翻，看你心情还能多舒坦，为什么你中的时间，为什么你